大家好，今天我回到我的 YouTube 频道，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灭代办项目，加入元界革命。元界第一家去中心化银行，通过 MetaBank 购买 NFT， MetaBank 是 Metaverse 中的第一家去中心化银行。我们提供 DeFi 和传统银行服务，如抵押、借贷、信用卡和借记卡。OTC MetaBank 得到了强大的投资者和技术合作伙伴的支持。嗨，你什么时候和我们一起购买 NFT 获得 PRP 信用？您需要融资吗？获得元界点对点加密贷款，MetaBank 正在结合贷款人和借款人。我们有超过10T种加密货币可用作抵押品，例如使用我们的 MetaX 代币。使用 MetaBank，您将在注册后立即获得答案。定金，使用元银行投注非常简单。享受有吸引力的复合利率，并赚取被动收入40%到80%。ABY MetaBank 是一个真正去中心化的解决方案。我们将贷方和借方结合起来，贷方正在向借款人提供服务的资金值，提供加密货币以及去吸引力的 APY， 让您加密资产产生被动收入。虚拟信用卡。MetaBank 应用程序用户可以在他们的应用程序中获得虚拟信用卡和借记卡。我们与 Visa Card 和 MasterCard 合作，下载应用程序并获取您的卡。顺便说一句，您可以使用您的加密货币使用我们的卡付款。治理代币，人民的权利是我们的主张，因此我们认为我们的社区应该参与重要的元银行决策，例如我们是否使用这个或那个元件，何时以及是否获得传统的银行执照，通过我们的管理员令牌加入，准备好在2分钟内整售。既然您知道元银行的故事，那就加入元界革命并下载应用程序吧。这很容易，不到2分钟就可以设置好，成为特许经营商。您是否具备成为 MetaBank 特许经营商并成为自己老板的条件？在元界开设分公司，并从您的分公司产生的所有交易中产生有吸引力的佣金。了解如何从与全球领先品牌合作中获益。为什么要投资？根据美国主要投资银行的数据，元界是一个8万亿美元的市场，它是巨大的。在八周后有12个零。今天在传统银行苏醒之前，我们在每个元界都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，投资元银行成为我们成功故事的一部分。购买 MetaX 代币经济学35%营销与生态系统26%项目资金10%数字顾问8%团队17%早期投资者和 IDO 4%流动性团队。MetaBank 的团队是银行、金融科技、媒体、ID、网络安全以及一些大公司和大技术领域工作人员的完美组合。投资者 ，MetaBank 得到了几家加密货币和风险投资基金的支持。我的视频到此结束，您好，再见。